HDZ47 系列高分段小型断路器，适用于交流50赫兹或60赫兹，额定工作电压为单箱230伏、三箱400伏及以下，额定电流1至100安的照明配电系统或电机配电系统线路的短路过保护，同时也可在正常情况下不频繁的通断电器装置和线路。HDZ65 系列产品是我公司在 HDZ47 系列产品上进行了外观和分段能力的升级，适用于交流50赫兹，额定电压230或400伏，额定电流1安至63安线路中做过载和短路保护之用，也可以在正常情况下作为线路的不频繁操作转换之用。HDZ30 系列小型断路器适用于交流50赫兹，额定电压230伏，额定电流6至32安的线路中的过载和短路保护，具有两个级 EP 加 N， 可做电源隔离器，以上均可配置漏电保护。